杨丞琳因可爱活泼的性格加上少女感十足的样貌，收获了大票粉丝的喜爱。虽然平日里她工作繁忙，但依旧会时常透过社群与粉丝们分享生活点滴。日前她在 IG 限动晒出了一张自拍照，并自曝由于近期眼角膜严重破皮的关系，导致她没办法戴隐形眼镜，所以必须以近视眼镜的造型来面对粉丝们。因此杨丞琳购入了几副眼镜为日常的造型做搭配。她笑说整体的造型还是非常重要的，也透露照片中戴着的眼镜在之前的直播中就曾戴过。此外照片中的杨丞琳脸上并未化妆，但是她即便顶着素颜用超近距离的镜头拍特写照，还是能看得出她的肤质非常光滑透亮，搭配圆框眼镜让她看起来更加的逆龄，完全是青春少女的模样啊。Bye.